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 Avis 啦。今日咧就系恒大第一日开学啦，而我咧依家就谂住拍个 vlog 俾大家睇嘅。系啦，咁喺坐车嘅时候咧就梗系要戴耳机噶啦。我嘅翻学路线咧系先搭咗小巴去沙田新城市广场嗰边先嘅，之后咧就搭83K 或者83S 啦，就可以去香港恒生大学嗰个站落车啦。咁呢架巴士有啲特别，就系佢上层咧嗰阵时系一个人都冇嘅。好啦，咁依家就开车啦。每次搭巴士经过呢个 view 都觉得好靓。2000 years later.家咧就已经翻到屋企咧，咁然之后咧，我想讲咧，我书包咧系咁胀嘅，而亦都有个同学咧，佢问我系咪住 hall 咯？像喺屋企咧，我已经有一间房啦，咁系咪真系好需要 hall？ 我又觉得我又唔系好需要，系啦。咁所以之后就答咗佢，我系冇住 hall 啊。但系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翻学嘅装备，系真系有啲金嘅。首先第一就一定要有水樽啦。
然之后咧就要有遮啦，遮就惊翻嚟就会落雨，因为最近啲天气有啲唔稳定。之后就系喺学生会咧拎咗个水樽啦，同埋呢个电脑套啦，我觉得系几靓。之后仲有其他数都唔错，见到佢哋即系劲想，我劲想参加 OKM 啦，搞到。但系咧啲时间咧系撞咗我嘅潜水班嘅，系啦。咁之后仲有呢，咁除咗呢个之外咧，就系系啦，我嘅药袋。如果有睇我 IG 嘅，就会知道其实我因为潜水啦，好似系劲快咁落，劲快咁上咧，然之后耳膜有啲问题。咁之后咧去睇医生啦，个医生就同我讲：，诶，恭喜你啦，你耳膜仲喺度啊，但系你可能有啲，你耳仔有啲发炎咁样，所以滴药同埋食药啦要。即系你一路上堂上上下堂，突然之间拎啲药出嚟喺度食啦，然之后走去厕所路口滴耳仔啦，类似呢啲啦。之后银包就一定要噶啦，之后仲有尿袋同埋线啦。因为都惊，我成日都觉得 iPhone 好容易冇电。仲有一个劲大嘅笔袋，笔袋系真系要够大，仲要装得落部 calculator。因为呢个笔袋好似由我中四用到而家。都冇洗过，就系 iPad 啦 ，iPad 就系盛载住所有今日要读嘅嘢，然之后就系笔记簿啦，即系除咗 iPad 之外，我觉得都应该有翻啲笔记簿。有睇前面嘅话咧，我就系去咗拎呢个上年有嘅呢个奖学金嘅嗰张箱啦，之后咁佢就送咗呢个笔袋俾我啦，系啦，即系仲有呢本小盒子，里面应该会揾到自己个名嘅。都是一个值得留念的小册子。走了去图书馆啦，是啦，去了图书馆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完那个证呢，上完生死学啦，咁老师就话如果你有时间就睇下书啊，咁咁啱呢两本呢，我就见到佢极度 recommend 嘅一本，呢一本呢是好薄嘅啫，我諗应该可能一两个钟头坐喺度就应该睇完嘅。咁另外仲有呢本，呢本我諗可以睇分开睇，系呢两本，因为我系 read 咗呢个生死学啦，咁所以就可以睇一啲关于生同死嘅嘢咧。好多嘢啊！我个书包真系啊，之后呢个就系咧，原来图书馆如果即系咧，我咪话最尾放弃咗唔用呢个自助借书机嘅，因为真系对于我嚟讲太难用，我唔知道个密码系乜嘢，咁佢就同我讲咗话我可以自己上网改密码嘅。另外仲有咩一包糖啦，黑胶轮子糖。之后啊，除咗银包，仲有散纸包。之后仲有啲咩咧？啊，仲有 schedule book 啊 ，schedule book 好重要。之后仲有就系卡 folder 啦。之后前面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嘢，即系嗰啲喷手嗰啲咧。就嗰啲消毒嗰啲啦，之后仲有 hand cream 啦、纸巾啦，然之后湿纸巾一张咁样嗰啲啦，之后仲有一啲女仔必备嘅嘢啦，之后仲有一啲镜啦，女仔必备嗰个就唔俾大家睇啦，系啦，咁大概一个咁大嘅书包咧就装到咁多嘢啦。咁今日第一日翻学嘅片咧就去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中意条片咧就记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唔好唔记得仲要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， 咁你就会知道我嘅 daily YouTube 更新，来玩一些投票的活动，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